好的，我们现在要访问的是统一 Seven Eleven 狮队领队苏潘总经理。总经理要请您谈一下哦，在能够拿到队史第九座冠军，您此刻的心情如何？好，现场的球迷还有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大家好。刚是林月平判的，只有他敢判领队。谢谢，谢谢哦，真的是很感动，也很精彩的一场比赛。哦，我想义大哦，真的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对手。哦，今天这一场比赛真的是啊，我从事哦职棒以来，我看过最精彩的一场比赛。啊，我们统一三人四队秉持的哦二以紧咬不放的精神。一路从落后紧追，追平再超越，这就是我们的精神，我们统一三人四的精神，这也是我们队史上的第九座总冠军。我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整个教练团，尤其是还有陈连荣总教练的将士用命，运筹帷幄，还有整个我们的选手不忘记的精神，值得我们感动。谢谢各位。谢谢领队，领队讲到统一 Seven Eleven 狮队的精神，鳄鱼紧咬不放，永不放弃。果然呐、啊，这一次是系列战，都是二比二，哇，就开始狮队拉开了，哦。啊，我想我们统一集团，为了要感谢现场的球迷，还有电视全国电视前的观众。为我们统一三民四队长期来的热情的支持，我们统一集团将从11月6号到11月8号，在全国的 Seven Eleven 的门市，还有统一集团的相关的企业，都有进行相关的优惠，回馈，用具体的行动来回馈给全国的球迷还有消费者。那希望各位把握这个机会，谢谢，我们亚洲职棒大赛见。谢谢领队。讲了